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卢卡斯。今天我们又来玩我们的转转魔方啦。OK， 最近为什么我没有出片呢？是因为最近天气有点冷，而且最近是春节的期间，而且对面大陆呢也诞生一个武汉肺炎的东西。也祝各位要好好的防疫灾情哦，而且是周围地区的朋友们，我们亚洲的朋友们哦。还有，我是觉得啦，我们台湾口罩快不够用了。对啊，何必出口大陆的、啊？虽然这个影片我拍了很多次，第一次那个我手机面朝下掉地上，脸损伤有点重。好了，话不说，我们就先把它洗乱吧。对，先把我们的魔方洗乱。然后最近呢，我也希望在我的电脑回来之前，然后我可以好好的养生一下。我想我麦克呀，但是电脑它。还没收拾好，对，等下因为我现在用那些桌巾太烂了，等下做作业啊之类的。对，这句话我应该讲过第二遍了，因为我刚才在拍，然后面朝下。对 ，OK， 那我们就那个把这个再架高一点哈，后面放容易支撑一点哦，我不会再犯同样的错了哈。哎呀 ，OK， 看着 OK， 好，我们观察一下啊、哦。好，三和一个，我这样子拿起就有点那个啪啪，这样其实蛮难操控的，你知道吗？对，蛮难操控。好。有点脱离视窗外。好啊，忘记计时了，我嘞！哦，气！我忘记计时了，没关系，我先把它铺完。我要看一下，我被赢过自己的记录。目前我最快是38秒，有点算是中间到慢。对，然后最慢就是无敌的慢了。哦，有时候这样卡住很烦。对啊，你看，就是上下左右颜色都怪怪的，我只能那个一个一个去试而已，真是烦死我了。应该多学一个的吗？对，这样子到对面去了，所以我要这样子，然后这样子，这样子。这样子哦，有了，这样就复原一个了，可以的嘛。接下来我不用看就做得出来好吗？这个可以啊。啊，少一个，好 ，OK。应该是算是慢了，好，那下一次我们先把它转乱。最近呢，那个我们的小熊饼干，哎，对，小熊饼干，嘿，它呢，就是因为澳洲大火嘛，对，算是很久以前是有一段时间前，所以呢，它就是有制造这种活动，然后我就买了两大箱，好，有点贵。还有送那个万用宝，哎、欸，我把它放，对，就是，就是我熊黑，虽然我不知道吃这个饼干，它就赞助一个比例而已啊，对，所以我觉得还好啦 ，OK， 不过能赞助就已经是不错，就像我曾经在 FB 上面有发布一样，就是发布一个就是捐1美元种一棵树的活的那个的网页，就是它上面那个。有一个发号召人啊，但他是没有的，所以我们就可以上网去找，然后一起跟我们赞助1美金、2美金、3美金。然后我自己是用 PayPal 付款哦，对。
所以呢，你们可以去创办一下那个程式 ，OK。然后 PayPal 好用，我目前是捐了2美金这样子，哈，有点少，因为最近时间有点少，没办法每个礼拜一都捐。好，那我们就准备开始计时吧。好了，等一下。哦，原来我刚刚计时哦。877 OK 3 2 等一下观察 OK 3 2 1 Go What?差点呢，又拍到我的脸了，哎呀！反正你们去网上找自由生，应该找到我，应该找到我吧 ？OK， 接下来 B 点就可以完成。这里应该两次，然后再转一面，这样子吧。谢谢，等一下，切断，哇，1分18秒，好吧，那我们就重新计时一次。哎，最近没事，你要多喝水哦，勤洗手，多喝水，对，要戴口罩，对。好，那我就先把它转乱吧，然后顺便聊一下最近的事情哦。哎，寒假应该大家都过一半了，最近也是挺忙碌的，因为大家都那个过年嘛，然后还有寒假作业要做，很麻烦。我们台北就是很多作业啊，对啦，就这样啦，国中、高中的很多作业啦，对呀。好了，反正很快就是几年后呢，你们应该也感觉得到了。好，对，虽然他会后边坐的观众还大，等一下我在干嘛？好了，好嘞，那我们就观察一下。好，3 2 1 Go。完了。780。然后呢，看到这部片的起司和小他们就跟他们说一下那个，我等我电脑修好，哎呀，我的天哪，没事，等起司小叶那个跟他们说好，等我电脑修好之后，很快呢，我就可以回去一起玩了，对，对啊。这次我应该没办法太快，因为我刚做错了一步，一做错成千古恨呐、啊！我的天呐、啊！快了！手表，1分33，夏明威，那我先把它整乱，最近要勤洗手，多喝水，强了一步像人类，怎么样？看笑，我还是猫的好吧，我还是猫的，希望我起司福利 VIP 也在。太久没玩了。
助于管理员就可有可无了，好不好？啊，那我们就这样好了，好，观察一下。好，准备了，三二一 ，go！ 喵喵喵喵喵喵喵！哎，等一下不见了。好，那我把它拿上来好了，慢慢拍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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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没事。影片不能超过三十秒，任何版权问题。对了，Yes I do。快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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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快快快快快十三秒的话，然后按到时候15秒啊，算了，我先归，不对，我看你归零了。那我们来出另外一个部分，我们来比较他们两个不一样吧。好了，首先我们就知道，啊，绿色呢上面是，哎，有点悲惨，对，因为它颜色怪怪的。这样来说，这样就这样子，白、白、黄、蓝、红、绿、橘这样子，这边是橘，对，这个呢就是黄，这边就是。超难用，你要啊，这个是银、紫、黄、蓝、绿、红吗？对，这个是红。这样的果意，后来还是得好。好，待会带给你们看一眼我所使用的每个公式就好。第一个公式就是右手手顺公式，长这样的。等一下，尴尬了。等一下，就过头了。很多公式只要多做几遍就可以回归原样哦。对，好，来第一个手顺公式，我第一次首先是用，然后上撇号，右撇号，上两个，这是一个右手的手顺公式，多做几，对。做六次可以还原，对，快一点就可以像这样来爆发。大家左手手顺公式是左上左撇号上撇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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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以此类推。做快很快，对，但做手不能太快，对，看感觉乱了。好，对，再来第二个呢是，把这个第一个呢是用在这种表角块运下来使用的，对，对，把角块这个移下来用，移下来下面这个地方用的。第二个是把这个移到这里用的，像是这样。对，现在，都把这个移下来用的。对，但为了做重复的，所以等我一下啊。
月循环怎么有点多啊？等一下，我找一下哦。哦有，好了，就是这样。OK， 先停。右手就是右手的呢，就是右上这样的，这样一个右左手三公尺，右手三公尺，它就可以下来了，这概念哦。OK， 接下来，那下一个公式呢，就是拼十字的，拼十字就很简单，转前面那一面。手顺公式就可以了。然后呢，接下来呢，就是找到水平面，然后做以下动作。对，我做几次水平会好玩的。好了，就是找到这一面，这一颗是。跟旁边对也好，下次对 ，OK， 再来找这个对，那接下来就跟我做。你要看一下，好，喝一口水。OK，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，拜拜，没有事，再见，拜拜。再见，拜拜，再见，拜拜，下次再见，拜 ，OK， 拜 ，OK， 好了 ，Say goodbye。